下面我宣布下一个游戏，这叫最佳灵魂伴侣大赛。即两人三组版木头人，玩木头人。好了吗 ？OK， 我背过去喊一二三，回头我喊木头人啊。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不许动啊，动了就回到起点了啊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偷跑。怎么了？没有，你转过去大家就跑了。不是，我转过去再喊一二三才可以跑。回去。怎么了？你转过去不就看不见了吗？没有，我转过去喊一二三才可以跑。你刚才喊了一二三，你再转过去好了。好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是傻。怎么样？我先回哪儿啊？弹劾他。停，就这儿，差不多了。行。一二三才能跑是吗？对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喂，这个不对，你这个节奏。什么烂节奏啊！坏了，弹劾他。来，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木头人。一二三，完了，一起到了，我下海。